接着我们看他的生鲜区，我其实很喜欢他的生鲜肉品柜台，因为他们家的鲑鱼很明显看起来就是很便宜，而且他们数量很少，所以有时候看到便宜的就要把握。曾经在这边也是买到一些很不错的很新鲜的海鲜跟肉品。那至于牛肉、猪肉，其实等一下旁边有个柜台还会再看到，对，但这边看起来的是比较品质，牛肉部分看起来不错啦，对。那这边其实就是有羊肉、牛肉、猪肉，然后现在是特价的是牛角肉，在最下面是 20% 肥 80% 瘦肉的，只要卖4.49之内的，对，没有拍好。这边也是虾子，现在右手边这边是沙丁鱼，我还蛮常买 Wild Prawn 的。沙丁鱼我比较常来煮意大利面，但是今天先不要了。这边是 Tortilla，tortilla 就比较常用来包一些菜肉之类的。
Thank you.
是很便宜，跟其他的地方的超市比起来，那我刚才看了一下鲑鱼，它的鲑鱼算看起来肉质不是很亮丽，应该说不是很漂亮，但是价格真的是很便宜，跟我平常去的 Subway 超市比起来，因为我常常去 Subway 超市买肉，现在我就是准备要回去逛完刚才的 Amazon Fresh。区上面的那些房子其实住了很多韩国人，又称作韩国区，好像有这样的称呼。应该说之前经过那里，看起来的确也是像韩剧里面的那些在山上的房子。然后过了这个红绿灯过去，有一个专门在卖台湾的熟食馒头、油条、点心的，也算是生意很好的一间店。基本上这一区也算是北拉路的一部分。是我们的亚洲人，好啦，反正今天我觉得 Amazon Fresh 我进去以后，我只锁定了草莓，是我最快下手的，其他的好像也都没什么让我觉得心动想买，或者是说我已经也买了，家里也算是都有东西了，只是来看看有什么。就到今天，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下次再看看可以拍什么。